你看，安娜袂歹看啦。我感觉无够偌好看。袂啦，伊穿这领衫都好看的啦。袂啊，我感觉袂歹看，而且我相信吼，证明一定袂介意的。啊，不过感觉证明也袂介意的。是哦，看你啦，你若感觉好看吼，证明嘛会介意，无你就买啊。无看卖好啊啦，咱搁来分开买啊，好吧？ 好啊，哎，Vicky，你今仔穿的这束衫袂歹看嘞。多谢。Vicky啊，啊，你咪穿这束衫哈？那你讲伊设计，你明明跟我讲这束衫无好看，叫我卖买，你咪家己走去买哈？我无讲无好看啊，是你讲无好看，证明袂介意，你唔才无买。我想想看你无买吼，啊，来想想，这领衫佫袂歹，我唔才家己走转去买转来。 唔对哦，我会记诶，是你讲无好看，叫我卖买诶啊！哎呦，秀芬啊，你到底是安怎哈？你搁记唔对啊啦？你介意诶物件吼，我哪有可能叫你卖买咧？好啊，别甲你讲啊，我要赶时间咧。正明，咱会等来去啊未？这秀芬啊，这小可代志，你莫想遐济啦。用我。好啦，无代志啊，我先来上班啦。嗯。 嗯、你好，我叫做廖美琪啦，然后不来恁家过饼，所以过来给你拜访一下，希望你做得起搞。啊对啦，这是陈宝仪叔，希望你会当介意。这要来好意思啦？哦，来这。哇，你真是耶！哪有啦？快坐。哎，对啦，啊，你是家己一个人过来的哦。 大大细细的物件哦，拢都爱家己用呢。阿姐，你敢有爱啉咖啡？咖啡？我超爱啉咖啡的呢。真的哦，来，你紧看卖，看你这你有介意无？这是非常上海的咖啡呢。你哪知影我超爱啉这啦？哎，你都唔知嘞，我买托偌济人帮我买，拢买无呢。真的哦，我嘛超爱啉咖啡的呢。 这样的初次见面让秀云对美琪一开始就颇有亲切感。由于廖美琪从事的是自由业，时间上较为弹性，所以个性活泼的美琪就常到秀云家串门子。有了美琪的陪伴，让身为家庭主妇的秀云在平常的时间里多了一个可以聊天的对象。 认识了美琪这样热情的邻居之后，除了多个聊天的伴儿之外，也让秀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而且让秀云最感到惊讶的是，她和美琪竟然有许多的兴趣和嗜好是相同的。这晚要干嘞？你是讲你买要拍中国结哦？是啊，家人你拍的哦。嗯，不过吼，为着这证明常常拢讲我是古早时代的人。 Vicky啊，我刚刚吼，咱应该较早熟识较对啦。啊，若无我，认为讲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会晓拍中国结的国宝嘞。然后就较早吼，第一样去做酱草拍出一个香气呢。嘿哦，我早就会晓啊，我可以晓用这吼，拍一个手呢。真的哦，安尼你比我较好呢。由于两人相同的兴趣与嗜好，所以秀云和美琪的感情进展得非常快。 很快的，两个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秀云的眼里，美琪就像姐姐一般，对秀云非常照顾。而且热情的美琪让一向较为文静的秀云觉得生活里似乎多了许多有趣的事物。而在生活上，美琪也常常帮助秀云。秀云啊，这边都帮你走，来来，我帮你走了。哎呦，这边来好意思啦，大伯都帮忙，你帮我多帮手。哎呦，真的好傻啦，心酸娘嘛。 哎呦，哪里都多谢你啊哈！啊，你也唔通袂记，爱过来食饭呢。
知啦，你个讲过叫做千改安尼。啊，多谢你哈。我来听。阿娇。为了让美琪和振明认识，秀云特地邀请美琪到家中一起吃晚餐。这天晚上，看着秀云和美琪说笑的样子，让振明打从心底为秀云感到高兴。因为自从认识美琪之后，秀云的心情似乎变得开朗许多了。秀云，来，你得。你最近心情未歹哦。哎，志明啊，我感觉吼，美琪真正是一个足好查某囡仔，愿意陪我吼，我感觉足欢喜的呢。哦，愿意陪你就感觉欢喜，那我陪你，你敢唔感觉欢喜？哎呦，志明啊，你是咧甲伊食啥物醋啦？有滴醋啊，我当然嘛感觉更加欢喜啊，对吧？安尼嘛较差不多。啊，我也过来困啊。最近怎啦？俺觉得我做老平的呢，那就在半夜赶快。而且我最近就困在梦中讲的啊。安尼好啊，人也困在老平哦，嘛较有自信。我两个早起困的啊。来。有事无？我有淡薄仔代志要去办呢。嗯，好啊，那有啥问题？哎、欸，美琪啊，你是唔通袂记诶下晡讲答应要陪我踅街啊？没啦，我代志办完了，随着转来，我袂袂记你啦。嗯，哈，来去啊，好香啊！哎呦，你搁坐伊个车啦？对对，那下那搁坐伊个车，那袂啦，袂啦。那有要紧呐，啊，着顺路甲载一个，啊是安怎许？你会较小心的哦。这查某遐尔水，你唔惊恁阿爹啊偷偷食？嘿啦，讲真个啦，你莫生气啦。恁三个徛做伙哦，阿无熟识吼，连恁则是翁阿婆呢，你搁遮尔大方，反倒顶出去。恁是讲惊美琪会甲正明抢走哦？袂啦，恁烦恼伤济啊啦。也毋过吼，也是多谢恁的关心啦，吼。哎哎哎，秀文秀文。一向就没有什么心眼的秀云，自然不把那些三姑六婆的话放在心上。而这天下午，美琪果真没有忘记和秀云的约定，两个人就来到台北的东区，准备好好雪拼。哎，美琪啊，这有啥袂歹看嘞？你感觉安那？看起来袂歹啊。袂歹哈。你陪我礼拜七穿好不好？好啊。你弟啊，安那袂歹看啦。我感觉无够偌好看嘞。袂啦，伊穿这件衫足好看的啦。袂啊，我感觉袂歹看，而且我相信吼，志明一定蛮介意的。啊，不过感觉志明袂介意呢。是哦。看你啦，你若感觉好看吼，志明蛮介意，无你就买啊。无看卖好啊啦，咱搁来分看卖啊，好吧？啊！你若把遐粪扫，给许阿老姐面到门口口放啦，害伊脚拄仔来吼，安尼坐坐了两规天呢。我把恁家的粪扫
可是阿福进不到门口。嗯。无啊，我无摕恁家的粪扫啊。无。因为进前你讲要替我担粪扫的啊。是啦，我是有替你担过几落届。啊，不过有一届我问你，你就讲歹势啊，你就叫我莫替你担粪扫啊。因为我明明会记得讲，是你替我担的粪扫呢。无啦，一定是你记唔对。我会记得哦，从你家以后，我都无替你担过粪扫啊。刚刚真正是我记唔对。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秀云有了健忘症？但是这样的事情却又在秀云的生活里一再发生了。秀云，你今天来做什么？好啊。哎 ，Vicky， 你今天穿的这身衫未歹看嘞。为啥 ？Vicky 啊，啊你咪穿这身衫哈？那一天伊踅街，你明明跟我讲这身衫不好看，叫我买买，你咪家己走去买哈？我无讲无好看啊。是你讲无好看，证明袂介意，你唔才无买。我想想看你无买吼，阿丽想想，这件衫阁袂歹，我唔才家己走转去买转来。唔对哦，我会记得是你讲无好看，叫我卖买啊。哎呦，秀云啊，你到底是安怎哈？你阁记唔对啊啦？你介意的物件吼，我哪有可能叫你卖买嘞？好啊，别甲你讲啊，我要赶时间嘞。证明，你会等来起来袂？这秀云啊，这小款代志你莫想遐多啦。因为我好啦，无代志啊，我先来上班啦。嗯，嗯，拜拜。敢真正是我讲无爱？我甲我安尼讲，我那是点仔印象都拢无嘞。我明明记得是你伊讲无好看的啊。秀云实在想不透，为什么最近会发生一连串这样奇怪的事情？怎么自己印象中曾经说过的话以及做过的事，会和生活中实际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相差这么多呢？难道真的是秀云的记忆出了问题，或是秀云潜在的精神病因子已经开始在蠢蠢欲动了呢？因为美琪和秀云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了，所以两个人都没有把那样的小小不愉快放在心上。美琪还是时常到家里来找秀云。我们就去待，秀云啊，多谢不要当赢哈。除了这面用的那个黑色的不要以外哈，其他你都会当赢啦。嗯。不是啦，我是跟你讲，这乌色的袂当用啊。秀云啊，你最近是安那哈？跟你讲过的话，这么紧都袂记得啊？我拄则明明就是讲乌色会当用啊，你记起袂？我，美琪啊，我最近吼唔知啦，常常跟你讲过的话，真紧就会甲放好袂记住。你讲我是要安怎较好哈？秀云啊。你别烦恼啦，这吼敢若是记忆无好尔，你莫想遮济呢。还是讲，你咧怀疑这是神经病的征兆？你哪会问我这款话啊？你哪会知影神经病的代志啊？无啦，啊，着顶届吼，因为啥的代志，啊，证明有甲我提起过啦。证明哪会甲这款话拢甲你讲啊？你毋通怪伊呢。伊吼是爱我好好体谅你啦，其实这也无啥，也毋是讲你已经有神经病啊啦，你毋通想遮济呢。美琪啊，你敢会因为安尼，就来气嫌我？哪会咧，秀云，不管安那吼，咱永远都是好朋友啊。虽然美琪不计较，更要秀云不要想太多，但是因为秀云这样失忆的现象已经屡次发生。让秀云觉得似乎不太对劲儿，而且这样的情况已经深深影响秀云平常的生活，所以秀云
便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郑明。志明啊，我跟你讲哦，我最近唔知安那，我感觉讲我边敢若用得发作啊呢。秀芬啊，你是莫白想啦，代志无你想遮严重啦。燕哥，免哪有可能讲我家己做过代志、讲过的话，才一个阿囝尔，我都拢无印象啊。你莫遮紧张啦，你是莫去想遐济。若准讲这个情形真正发生的时阵，咱再来想办法解决好不？燕哥，我好啦，听话，你即摆做吼，就是莫互白想，好好睏一下，知影无？嗯。好，你先去睏一下吼。病发起来，所以唔敢有这种幻觉。就像以前同款，你太想阿公啊，所以你唔敢去看到阿公。敢真正是安尼？当然嘛是真实的。自从美琪甲你做伴以后，你是唔是毋捌阁看见阿公啊？嗯。所以大大哦，嘛一定是你的幻觉啊。无代志啊。来，啉一嘴茶。你今我知影揢伫阮家，你搁敢问我一道摕？想袂到你这么浓毒，吓惊我就好，搁顶顶面写我名来纠缠我。我无啦，我昨暝吼嘛是去予这惊着，而且这昨暝顶头搁写我的名呢，真惊的啦。秀芬啊，你安尼做实在真超过呢。阿好姐嘛是倒位得罪你，你爱用这款少年的步数来对付伊啊？你顶吼一顶回吼，我嘛哩粪扫乌白蛋，记恨在心中。无啦，这真正唔是我囥的啦。无，你免辩解，你今日听我一交代。对啊，啊，若无阮只做出面吼，大家就爱烦恼讲，倒位去得罪着你。这真正不是我做的啦，我无，我无啦。是嘞，你讲啥？你讲啥？我无啦。你讲，是你讲，你讲。Vicky， Vicky， 进来啦！你今日听我甲你讲哦，讲我无做这个代志啦，进来啦。这，阿好姐嘛，你都莫搁再为难秀芬啊。其实吼。秀芬伊有神经病啊！而且常常无记你家己做过诶代志。哈？伊有神经病哦！我有神经病！秀芸听到美琪竟然告诉大家她是个精神病患，而且还将她曾经发生过失忆的事情都告诉大家，看着美琪指正莉莉的样子，秀芸实在不敢相信。怎么美琪不但不帮他跟大家解释，而且还卸下他的武装，说他是个神经病，让这许多人当众践踏他的自尊呢？面对大家对自己的指责，秀芸真是无地自容，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他真的好无辜，在他的印象中，他根本没做过的事情，为什么大家都要逼他承认呢？他着实想不出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现在连秀芸自己都不禁开始怀疑，难道真的是精神病已经发作了吗？